皮蛋卷儿。里边是皮蛋，来个螺蛳粉馅的月饼，指定没吃过。你们里边有两盒水煮的螺蛳粉，然后有四块月饼，还有叉子啥的，我就不拿叉子了啊。螺蛳粉馅的啊。我的妈，真是螺蛳粉馅儿的。里边夹的那个豆角、辣椒。你看看。螺蛳粉馅周围是莲蓉。还挺好吃呢。猪脑花，给我。太香了。有没有吃火锅必点的？太香了。太香了，我的妈呀。